花湖带其实我在过年前就去拜花湖，那今天来拜拜，非常抱歉，我就带了一个口罩，因为刚好是武汉肺炎这个感染的高峰期，那在人群聚集的地方，也都建议我们的民众能够戴口罩的时候，尽量把口罩戴起来，做好自我健康的防护。尤其我今年特别拜托大家，说我们用拱手代替握手。OK， 到家记得哦，还要勤洗手。所以勤洗手，戴上口罩，自我健康管理，然后身体不舒服就不要出门。我们在防疫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必须要做好严谨的准备，但我们也不需要恐慌。所以中央跟我们到目前为止怎么作战的方式，应该我们都能够同步起行。现在的信息的传播力量很快，所以有一些假新闻，我倒觉得我们要适时的澄清，不要随便乱传播，造成民众更大的恐慌。我觉得这一点才是更重要的。